Hello, my friend, how are you？我跟你们说什么啊？因为我同你讲，呢、这个就系我哋嘅绝绝技。呢、这个绝技咧，好好笑啊！朋友送俾我嘅，你觉得冇乜用？后嚟佢送咗俾我，OK 咯，送俾我用咯，嗬。咁啊，呢、这个绝绝技有咩好用咧？吓，有冇听到？我做俾你睇，呢、这个好痕。呢度一粒蚊子叮到啦，咬到啦，俾蚊啊叮到噶，好痕好痕，搣到红娘，攞只暗疮亦都可以。咁啊，咁做啦吓，呢度就咁嘅。当你清洁嘅时候咧，拿条棉花啲铁梳，咁呢度弄干净铁梳，嗱嗰张铁梳，拿嚟。如果你接到嗰、那个。安装那砒霜，你那这样有声音，你看那个大一点，那那个最大的，咁就呢度，这样，因为我试过两三次成功了，啲蚊子叮你了，咬你了，很痒很痒，咁你就用呢个方法。譬如说，哎呀，给蚊子咬，叮了，咬了，好辛苦。咁啊，然后你就将这个慢慢撕，暗疮也可以这样撕，撕它的毒出来。好像呢度嗱，撕它的毒出来，撕它，咁绝出来，绝绝的，咁样，即系它能够止痒，因为它个暗疮呢，你可以。抓住它的，快点熟，熟了咗之后咧，然后将啲毒咧完全撕出来，个暗疮或者蚊子叮你嘅地方就很快好噶啦。我做一次，譬如说我今天刚刚做了没多久，咁啊后来我就觉得，咦，真系做一次我已经好了啦。咁啊，然后拿个冰块敷一下，即系我觉得。个效果比较很快，因为主要咧能够将它的毒撕出来。我唔怕对你说，我试过成功了，先至去跟你们分享。因为呢个本来就说，爱嚟撕嗰种，黑球啊，嗰啲里面就黑球啊，所以我说。撕黑条也是撕嘛，咁我要你，譬如说我可能很痒啊，里面有毒啊，很没有逼出来啊，咁你用个手逼它，可能令到它受伤了，咁用呢个东西就没有呢个问题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当你安装的时候，拿张铁梳或者棉花板啦、啊，系咁撞一下，你安装嘅东西就可以撕出来啦。当你用的时候很简单嗱，我呢度很痒啦，痒啦，咁啊我然后咧，我继续，我想大一点点也可以，最大也可以，放在呢度唔动，几秒钟，令到它后生扑上来，又拉一下，这样逼上来先，然后将啲毒逼出来。真的很快好的，我不怕对你说，做一次已经好了了。不过我们贪心，做多两次，然后拿一冰块 ，very good。好 OK， 我接下来接你了，祝你们成功。